那么这个邀请了后，啊，这牧师会有确实的指导啦。这个一定要小会议长吼，爱牧师啊来做指导。那一般拢叫做祝圣哈，祝圣就是个 sanctification 哈，和这个饼甲这个杯，称作是上帝亲身啊，要享受可能是神圣的。所以对一个普通的饼甲杯，要变做无同的神圣的，那必须爱亲像耶稣提饼祝圣，所以咱嘛叫。伊的模式，咱做过来感谢人民，无快受气，无记得人的歹，会摇花阮的天父上帝。虽然世间有背叛你，虽然世间有黑暗的势力，有邪恶，有阮无欢喜，或者是伤害阮最最事，但是你无放杀世间，你无放杀阮。无论小小甲一个人会受苦，大大到国家被欺负，要花你拢上世在，你无放弃世间，所以你享受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，吃做阮的替赎羊羔，要救赎一切信靠伊的人，袂沉沦，反倒当会得到永远活命。为了这个，我满心的感谢。在这个时，我也照你独生圣子耶稣基督的模式，在受难之年，提这个饼，要来在你的面前，来向你说多谢，也恳求要把上帝的面前这个饼、这个杯，和这个饼、这个杯。正做你独生圣子耶稣基督的化身，予阮通领受，正做阮活命的中心，活命的血脉圣父，为着恁拍拼。世间人常常是牺牲别人，利益家己，总是恁毋是安尼。在恁中间要做大的，就亲像。侍奉人的来侍奉世事，有强的，毋是用你的强的名用来压迫我，爱咱行安尼来纪念伊。伊罗马帝国。信用的见证会当到一个程度，但是总是会有无完全的所在。当咱的生命见证，也是咱信用的德行无够的所在，咱生命不足、无完全的所在。耶稣讲，这个杯是信用，我甲恁立约。
甲来领受。伫信的人有份来领受伊的宝体，甲伊的宝血，互阮会当来领受着伊奥妙的身躯，也互阮会当真侪伊奥妙身躯的一体。但了后，阮活的无阁是阮，阮活的就是耶稣基督伫阮的内面来活的你。到永世代无尽，